取得胜利，祝愿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，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今天2008北京奥运会的奥运圣火来到杭州，208位火炬手将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进行火炬接力传递，这将是一次点燃激情、传递梦想的和谐之旅。奥运圣火代表了顽强拼搏、团结奋进的奥林匹克精神，今天它更寄托着我们慰问灾区同胞的美好祝福。